嗨，我是橘子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日式照烧鸡腿饭。取一个鸡腿，沿小腿一边割一圈，向下一拉，基本就脱离了。打上花刀，防止收缩。盐、胡椒粉腌入味，没有照烧汁的话，酱汁的配方都在这里了。最后浇上剩下的酱汁，米饭和酱汁拌在一起，再夹一块照烧鸡腿，简直太完美了。